概快20年了，你呢？我至少超过25年。哇，也很久了哈。是，那你应该有一些这个基金投资的秘诀咯。是有一些心得啦，要不然不可能活到现在。那你呢？我当然也有我的这个秘诀咯。哦，是，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来比较一下呢？是，究竟是你的绩效比较好，还是我的绩效比较好呢？我觉得我的不差耶。好，那我们呢，马上就来开一个基金实战课。那我们在课程上来好好的 PK 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是，好，那你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基金课，跟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基金课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至少一堂课两个老师上就值回票价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两个人各有自己的这些独门的秘诀可以分享。对，那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是说我会比较重视的是大家一个绩效的追踪。哦，是。所以说它不只是说大家上课而已，最重要是要最后要拿回家可以好好的运用。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次课程，对不对？是，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的基金实战课，大家一起来基金大 PK。